于永义，正太程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，干掉了。整个兰库帕都是我们的天价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无论你要我都可以。如果二位不嫌弃的话，是不是能在七星社赏我碗饭吃？要么是为了野心，要么他另有目的。 你可准没准说，我可以为了你放弃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你想让我帮你对付我父亲，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？兄弟就是用来互相帮助的。你们都该死！这么脆弱，怎么能顶上？要敢杀了他，一定杀了他。事情到了今天的地步，谁都不能相信。从我踏上这片土地开始，我的每一分钟都是危险的。